带你打。江梅，你老爸可是一跺脚，江城市都会抖三抖的人，你怎么长到这儿没用？如果你也不肯报案，也不怕挨打，那我给你一条出路，你去报案。我凭什么去报案啊？我自己的，这会渣子不好使啊！给我看清楚，我是江梅的男朋友，我是她爱人。你以后要是再敢骚扰江梅，我撕了你的胳膊，撕了你的腿！罗明，罗明，给点教训就行了，别出人命！进来啊，罗明！哎，你这个王八蛋！罗明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以后要是再敢耍流氓，我让你一辈子都记得我！我记清楚了，你等着吧。少飞，今晚的事儿你真够朋友。来，这杯是我向你赔罪的。行了，龙明，你喝的不少了。我要赔罪。你这次来江城，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我让你住那样的房子。那样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来江城买完火车票，身上就剩下600多块钱了。身边的人都说我带着几百块钱闯大城市，真的胆子太大了。你是艺高人胆大呀，要是没有你那几个坏蛋。什么艺高人胆大？我凭着几百块钱闯大城市，那是我不自量力。但是江城给我上的第一课真的挺好，他让我知道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走进城市，走进我们乡下人梦寐以求的生活，这真的永远是个梦。可是有了今天，有了我，有了江梅，你马少飞的梦一定能在江城实现。妹妹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鲁明，你少说点吧。啊，过，我今天要一醉方休。梅梅，梅梅，鲁明，那走吧。过几天是我的生日 party， 我们家一些商界的朋友都会来，到时候你也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些朋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工作。哎，梅梅，梅梅，谢谢光临。这环境不错吧？啊，江小姐，人家在跟你打招呼。你也认识这个女人？不知道。要说关系，她就是最大的关系。最大的什么关系？可以让你打进江城的关系。不过我不会把他介绍给你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朋友马少飞，刚从外地来。伯父伯母好。
马少飞，要不你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出去招呼一下。好。读到博士也不忘本，不过没有读到博士，我只是在石家庄读了四年大学。哦，你在河北待过啊？啊，待了四年。我也在河北待过，我是在那儿下的乡。这下可遇到老乡了。不过我比你待的时间长，我整整待了八年。所以我们老姜对河北农村的感情特别深。我下乡八年，我把我最美好的生命都留在了那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充满感情呢？你们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江梅小姐的生日酒会，现在酒会正式开始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女主角。这个公关小姐可能干了，咱们家什么事都离不开的。公司的人都说这个女人不简单，今天一看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可就是有点像交际花。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中泰集团的公关部经理苏曼。为了给江梅小姐的生日酒会助兴，我现在为大家献上一曲京剧名段《贵妃醉酒》，希望大家不要见笑。那我就献丑了。林老师，我们已经在这住了十多天了，可春妮的病一点也没好转。
你别着急，这种病是得慢慢治的。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，还欠下10000多的债。林老师，明明知道春妮的病我们治不起的，可又不死心。她才10岁啊。阿姨，你别难过，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你可不敢太累了也病倒了。今天晚上我来照顾春妮，你去休息休息吧。好久不见了，别把人家一个人丢在这儿。知道吗？他也是从农村来的，好像和你还是老乡。是吗？不过，他受过高等教育，有点书呆子。所以没有你这样的交际能力。要是陆明，就不会一个人坐着。我在这儿挺好，可以看到很多，学到很多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对这种生活抱有成见。这种场面让你别扭？不是我别扭，是我出现在这种场合让别人别扭。就是嘛，我就不相信有人会天生不喜欢高品位。对，要不我来江城干什么来了？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开了眼界，见识了高品位。这酒会应该结束了，梅梅怎么还没回来？你说她会跟谁在一起？说不定和姓马的那个小伙子在一起啊。啊，上哪冒出个瞎把佬啊？这不是一件坏事，起码说明我们梅梅啊，不再和陆明那个花花公子来往了。那个姓马的怎么配得上我们女儿呢？今天晚上你都看到了，他和梅梅的圈子根本就格格不入。一个乡下人在城里读了4年大学，没有一年读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江妹，怎么躲这儿说悄悄话呀？你好，罗克。真忙啊，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机会和你说话，今天我可要和你好好的 speak my mind。 哪有你忙，早听说你回国了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马少飞，罗克，我中学的校友，高我3届，刚从美国回来。It's fun to see you. 来 ，Cheers. 农民就是农民啊，别看他是读了大学，就是成了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他骨子里面还是农民，这可是他自己说的。骨子里边是个农民又怎么样？看来，你又怀念农村。怀念你的知青生活。阿姨，我找一下马少飞。哎，先生啊，找马先生啊。我找一下16号的马少飞。他还没有回来呢。他最近总是很晚才回来吗？是啊。
看得挺清楚，我就是成为了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我也不会成为你这个圈子里的人。哎呦，他怎么了？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以后少喝点嘛。钥匙给我，我来开门吧。不用，里面有人。有人？当心。我们不光兜风，我们还手挽着手在度假村参加一个高级酒会呢。你，哎，梅梅，今天本来想给马少飞介绍些朋友，给他找个工作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要是不把自己先包装起来，根本进不了我们那个圈子。对马少飞来说，恐怕不仅仅是外表的包装，对，还有心态。他今天完全是以农民的心态在看待我们那个圈子，结果他自己别扭，让别人也非常难受。所以说，别说你带他去度假村，就算你把他带到伦敦、巴黎，他血管里流的还是农民的血。农民的血哪点不好啊？起码比你的血健康。就这儿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满意。谢谢你，罗明。你有没有感到这儿缺了点什么？没有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缺一个女人。少飞，要是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女主人，你可就成了真正的江城人了。你简直开玩笑，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谈何女主人，又谈何江城人。慢慢来，工作会有的，江城户口也会有的。少飞，你知道江梅的爸爸是怎么发起来的吗？不知道。江梅的爸爸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，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科研单位。和江梅的母亲结婚后，江梅的外公把他调到了政府单位。哎，你知道江梅的外公吗？当然不知道。他外公是高干，1949年的南下干部。90年代初，江梅的爸爸辞去了处长的职位，带着老丈人写给老战友的几封信到海南炒地皮。一共只用了4-5年时间，他回到江城时已经有了上亿资产。现在他在江城郊区光囤积的土地就超过了100多万平方。
他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设计施工队伍。要是把工地上的民工也加起来的话，他雇佣的工人绝不下于10万。那这样说，农民的土地和农民工的劳力就是这位富豪的财富。可以这么说。那么反过来，这位富豪的财富对农民有意味着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他的财富对农民来说是福还是祸？当然是福啊。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与农民有关，在每一次都是农民为进步付出代价。能让你马少飞从穷乡僻壤走进江城，这当然也是进步。不过少飞，他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就意味着中国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不会再有一夜暴富的希望。我不信，我绝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钱已经让他们给挣完了。至少大头已经让他们全都给拿走了，咱们这一代最好的出路就是到他们那儿混个白领，挣点小钱，除非你能给他们当女婿。不过你也看到了，江家只有一个女儿。哟，你今天好光彩呀！要去见老板，总归要收拾收拾。你别那么紧张，在整个江城还没有人敢对我江梅的人挑三拣四。我怎么成了你的人了？是我推荐的人，总可以了吧？那我们走吧。李总在吗？李总，有人找。哦，江大小姐。李范 ，M 级公司老板，我中学同学。这位，马少飞，具体情况电话里都已经跟你说过了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的马仔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江大小姐人。江大小姐推荐来的人。哦，江小姐介绍马先生呢，加盟我们公司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会将马先生视我们最亲密的合作者，共创我们的辉煌。从今天起，他就全归你了。你是善待也好，剥削也好，随你自己。来吧。请进。是不是那个姓李的又找你麻烦了？不是，我今天来是专程来致谢的。还有，我想知道你怎么想那天的事。我怎么想重要？重要，所以我才来了。要是你是为这个来的，那我只好告诉你，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一夜情的故事，所以不会大惊小怪，但我绝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女朋友身上。可是陆明说他能原谅我。可能这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吧。所以啊，江小姐，还是陆明好啊，你该知足。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，我要为你做点事。你不会是又要给我钱吧？不是，我要为你的女朋友做点事。我的哪个女朋友？就是那个民工学校的女教师啊。江小姐，你开玩笑，她怎么会是我的女朋友？不是不是，其实我挺喜欢她的，她的样子很打动我，好像我跟她在哪见过一样。等等。
一搬进这个屋子，陆明就说我这屋子里缺少一个女主人。怎么，你也想帮着我找对象啊？没有呀，我只是觉得那个姑娘很好。你知道吗，那个掌握了我爸爸半个家当的女人也是从农村出来的。哪个女人？苏曼，你在我生日派对上见过的。想不到江城居然还有条件这么差的学校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带了两个朋友来看看你。马少飞有眼光吧？让他给你介绍介绍。哎，那怎么行？马少飞那天还跟我说朋友妻不可欺。走，给你介绍一下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林秀芝林老师，江小姐，陆明，我的同学。你好。你好。陆先生已经表示了，你们学校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全包了。不，你们还是把这笔钱交给王校长，让学校统一安排吧。我们就委托你直接为李春妮同学治病。那我给你打个收条吧。坐。林老师的字写得真漂亮。林老师为什么不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呀？当老师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小孩子的。那也得找个好一点的学校呀。我没读过师范，又只上过高中，在乡下当过两年代课老师，所以像林老师这样的条件找个好一点的工作肯定没问题。这样，林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给我打电话，我和江小姐会尽量帮你的。少飞，说真的，这位林老师真不错。我当然知道不错。要不要今天晚上请他出来聚一下？要，又要献爱心了。我是帮马少飞张罗，他要是生在城里，要是在城里受的教育，他肯定是光彩照人，晕倒一片了。哎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个王校长告诉我，那个林老师的生身父亲就是江城人。啊？啊，林老师，您来了。最近是不是还在和那个陆明来往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昨天我公司的人还在网球场看见你们。打打网球怎么了？现在上上网就可以和网友一起喝咖啡，一起外出旅游。我和陆明虽然不谈朋友了，可总比一般网友的交情深吧。再说了，
我去打网球总得有个伴呀，妈妈不会打，你又总是那么忙。哦，对了，那天在你的生日 party 上，那个姓马的现在在干什么呢？哟，你还记得他呀？当然在，他就是来江城找工作的。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是说你们俩的关系。挺好的呀，他的工作就是我帮他找的，这几天我们经常在一起。昨天打网球我本来是让他陪的，他说他的手抡锄头还行，拿网球拍肯定不行，所以我才让陆明陪的。妹妹啊，与人交往啊，不能去在乎他的外表，这外表是能改变的吗？我看你啊，多领着那个姓马的去走走你的社交圈子，让他多接触一些娱乐场所。老爸，您的这个建议倒是挺幽默的。你能想象出马少飞在网球场的动作吗？要不你找个时间和我们一起去。你去把我的包送到车上去。好。我也有这个意思，这样这个周末我带你和小马去打高尔夫球。让马少飞去打高尔夫球？不过我举双手赞成您的这个安排。好的，我走了。拜拜，老爸。非常漂亮的公园，看见那些在蜜罐里长大的同学，一身的娇娇二气，又觉得自己挺充实，挺骄傲的。是啊，那种童年，有时候会成为一个人的财富，会让他发奋，让他脚踏实地的去从头做起，干出一番事业来。但有时候也会相反。我就看过一些个进城的农民，当他们吃饱了饭，手里有了很多的钱以后，他们的欲望和手段真的很吓人。我从来没有过一下就有很多钱的那种感受。用江伯父的话来说，我就是要做一个进城的农民。来，再打一个。你今天就是不约我，我也会告诉你江梅的爸爸约我打高尔夫球的事儿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对江家的兴趣并不是他们的亿万家产，是亿万财产是很诱人，可那是人家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，少飞，你已经见过江梅父亲两次了，我想请帮我出出主意，我到底怎样才能得到老爷子的欢心？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江梅父亲。
可我没有找到让他喜欢我的办法。而你，好像第一次见面，他又对你有了兴趣。我觉得，你不必太在乎江梅家里的态度。最终的决定权还在江梅。都21世纪了，我就不相信父母还能干预子女的婚姻爱情。是啊，农民的家庭不能，市民的家庭也不能。可要是这个家庭有了上亿资产，他就能干预子女的一切。可是，你老这么瞒着拖着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江梅正在办出国留学，我们计划着，她出去以后我也去，我们到国外结婚，来个先斩后奏。啊，对了，你对那个苏曼到底有多少了解？人们常说，美女不一定迷人，而迷人的女人又常常不美。可这个苏曼，既有倾城的美丽，又有让人神魂颠倒的妖艳，还有商场上的精明和干练。要是能用上她的关系，那你在江城的商场上就有了一席之地。苏经理，马少飞先生要见您。马少飞？他说你们见过面的。啊，林处长可真会恭维女人呢，是经常恭维吧？让他等一等。当然，没事不敢给林处长打电话呀。苏经理很忙，马先生是等一等还是再约个时间？哦，我等，我等一等。秀芝，陆先生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刚才去了你们学校，他们说你来江城医院看李春妮同学了，我就找来了。啊，来。这个钱就是这位陆先生捐的。哦，起来，春妮儿，快，快给恩人磕个头，来。别这样，大嫂，别这样。来，我只是尽了一点点力，我今天过来看看李春妮同学，啊，顺便找林老师谈一点事儿。哦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MG 文化广告公司。马先生今天来是公事。MG 公司的工作不过是一个糊口的活，哪配和苏小姐谈公事？马先生要是想另谋高就的话，跟江梅打个招呼就是了。苏小姐，请你不要把我和江梅扯在一起。真巧，我也不愿意别人把我和江家扯在一起。所以我给自己立了条规矩，凡是想利用我和江总拉关系的人，尤其是男人，我一概拒绝。要是我是为你而来，你就是我的目标，苏小姐，那不是更加对你的冒犯吗？明天下午你下了课以后，我和马少飞就在这儿等你。江小姐也来吗？啊，江小姐不来，我过来陪你们。马先生，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随便坐坐，聊一聊。比如说，给李春妮同学治病的事儿。好，我会来的。